好，不要得罪马袋鼠哈。哎呀，那今天那个库阿拉跟你的马袋鼠，你们要表演什么？我们来表演武术。有请。哎，你为什么会想着学武术？就是小的时候体质有些弱，之后妈妈说去学武术，说体质也增强了。哎呀，我感觉到你体质弱了，我怕的时候还在喘呢。现在呢？现在怎么样？现在还行。哎，你懂得武术的那个奥义吗？因为大一说武术说强身健体，保护自己。教练说习武之人不仅要会武术，还要会武德。嗯。